那我想隐藏怎么办？关了就行了。想隐藏，点一下就好了，就不让别人搜，点一下，然后你就别人就可以搜，这样子会比以前那种的话，要点后座要快，要快一些，虽然很小的一些点。哎，就是你们那 NFC 的功能，是不是只支持两个 T528 对不对？配对啊？是不是只支持两个那个？哦，不是说。